水是神的使者，水又是使者的使者。那样，水是神的使者的使者的使者呢？你有啊，世路的终结即将来临。我们处于启示录的时期，我们处于启示录的时期。上帝很快就回来了，基督要来了，他要击打地球。你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审判日正在接近，审判的使者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心是谁？但是外国人是谁？